大家好，我是 The Pure 的露露，今天要跟大家讲个笑话。很久前，有一只小鱼遇到一只鲨鱼，小鱼就问鲨鱼：“鲨鱼，你最喜欢吃什么鱼？”鲨鱼就说：“哦，我最喜欢吃讲话很慢的鱼。”小鱼就说：“哦，是。”